哦，可以了，开机，开机吗？啊，可以，开机是吧？哦。这个是什么作用？这个是电机开关，这个是电源开关。好，这是电源开关嘛？好，这电机开关嘛？啊，打开，是吧？就打开。在电机打开吗？是哪里？哦，这里会先，这里会转。啊，对，电机，这个是电机吧？啊，行。还有呢？你大概是怎样？这个是轮子在转的开关。啊，进料调节。这个。这里。啊，对。这个是开关吧？对，调的它就会转嘛，就快慢嘛。哦，行。那这上面的这个呢？上面是在脚踏的，有自动有脚踏的，就是这里嘛，对，这边是自动的话就在上面按的嘛，脚踏的话你调好了就直接脚有选择的，选择这里是吗？对对，选择设置嘛，设置一下，也就是自动，自动的它就是直接到这来，你设定好，脚踏的话你就按在这边。可以调的。对，这个调的作用 ABC 它自己的增加确定增加删除，反正都是打的自动的嘛，基本都是这种按手调发的那种。嗯，还有它这个调好了，它削弱了厚度嘛，调好了你就确定嘛，确定它就不闪，不闪的就是这个尺寸嘛。你要是再换下一个尺寸，你就设置一下再，或者是一下换到这个，它是储存好了嘛，嗯，你这样就移过来嘛，左右移动嘛，嗯，移动你调好了，你这个你要削这么厚的啊，你就确定一下，每一下都削这么厚的。啊，这个就调这个数据，数据或者是角度的宽度，你可以调节一下。这里数字都是这里的调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宽度，是相应的，对，然后这角度这上面都对着上面。啊，好，这个对上。那设置好了就直接确定。啊，对，确定按一下。你要重新换一下，你就设置一下啊。或者是你要增加的话，你也得增加一个，它的设计标准。你不要你增加一个，然后移过来，你自己再设定数字嘛。你移过来，这数字就是它就是刚好对到你位了。你自己要搞多厚的，你就自己再按一个。好，我这削30是啊，调好了啊，就削30啊，宽度我们调到了。比方调5个啊，5个啊，可以了。你再设置好了，你确定一下，它行，你对了。啊，你不要了，你再设置一下，你可以把它删除掉。这怎么删？删除掉了。你材料穿的对。啊，然后再削厚度，啊，这个都可以调。削一个厚啊，调好了。五个宽啊，确定一下。这个进料的，因为它的轮子转的快一点，它削过去就快一点啊。调慢的就快一点，这可以调。设置一下，先两个号啊，设置好，你可以确定一下。直接阿乐的那边的，削到太薄。它模具贴好了没有？模具还没有，刚先主要是做模具慢点。模具还没贴，下模还没贴好啊？上模。下模没贴好，下模呀。上模和上模快，
等这东西什么时候给的？就是中午的时候，一点多的时候。就这是厚度吧，嗯，两个厚，嗯，好，就把这里稍微，这宽度，啊，它的宽度，这里，这一个厚度，嗯，这一个厚度削了。你刚刚是现在是弄成这个厚度是吧？这宽度也是五个宽，厚度就是不是？这两个有什么区别？一样厚的吗？是一样宽的，一个厚一个薄。这个是宽度吗？这个是宽度吗？这个是厚度。这个薄一点，刚才这个削的是 1.5， 这个是一个的。哦，就这样是吧？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注意的？在修砂轮的时候，这个轮子往里面走啊，那砂轮就推出去啊，是不是？在修道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开关一打开，砂轮它这个有转的，你一打开，你先来在这里拍一下，在这里看看，这个轮子没转嘛啊？我这里是没有砂轮没转的啊，我砂轮转的时候把这个一放下来啊，砂轮再转。对，就是磨刀了是吧？对，磨刀了。那你砂轮打开了，你调一下，你往里面就砂轮就往里面，往外面来就靠着这个刀就磨刀。慢慢的，往外面里。哪里往外移了？没注意看到。我在这还没靠到，靠到了它一响，有声音了。哎，我这里拉。哦，有点重了。这样子就是在磨刀了。有火花吗？这里是有点火花。啊，你要是磨好，那你这样一退出去，它就啊往里面一走，它这砂轮就退出去了。哦，往外面来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。对，你这个啊，你磨好了，这个也退出去了啊，你把这个一动起来就关掉了，它这里就不转了。嗯，是啊。再有的刀，有时间刀要往前面往后面调一下。对，这里是摇的，这个。这个是调前后，刀的前后。嗯，对，这个前后。啊，对，这样。哦，你这样调一下。嗯，基本上就这样。